训练过程非常的辛苦。我们在影片当中看到了他们扛着三太子环岛，他们扛着这么大的鼓上玉山，这就是九天民俗技艺团的精神。今天他们要为我们带来两段表演，首先这一段表演我们要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龙王鼓六王鼓，众上朋友九天民俗技艺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